台湾女星杨谨华日前在网上说自己很久都没去打排球了，但是估不到隔了没多久她就打到静脉血管爆了，搞到手臂内侧瘀晒亦都肿埋。网民见到啲相都话好心痛啊。杨谨华仲喺网上度问大家打排球要点样先可以尽量防止爆血管呢？这个 post 引嚟排球选手吴正阳回应，佢话打多啲就惯㗎啦，之后就会冇感觉。而男星孙奇君都留言话嚟多几次就唔会㗎啦，身体系好聪明㗎。